自动给油器润滑油残量是否流到流量的80%。如果黄油低于容器残量40%，请立即添加。开始。检查电控箱抽排风扇滤网清洁，我们把风扇外方拆下，拿出滤网。滤网如果有脏污，请用高压气枪。确认清洁完毕，装回去滤网里。上部的滤网也需要做清洁动作。然后我们电器箱的外观做清洁动作，我们使用抹布跟高压气枪。然后内部如果有灰尘，也是使用高压气枪做喷除的动作。不要高塔内的刀盘内部清洁，我们要确认刀盘顺畅度，还有刀盘的插针是否变形断裂。若刀盘有脏污，请用抹布或者高压气枪做清洁动作。投影机做清洁，投影机使用一段时间会有一些灰尘脏污，我们使用高压气枪及抹布做清洁的动作。然后检查急停按钮功能是否正常，在按下急停按钮时，所有的机台动作必须先停止，并且有报警。然后确认每一颗的急停按钮都有以上的动作，收料桌做测试，也要按下是否有听到报警。啊，进料侧两边也是有急停按钮，按下确认有无报警。好，检视电器箱机台接地是否确实有无漏电，我们以三用电表开到 AC 档位做量测动作，有数值即表示有漏电，现在是无漏电状态。